那颗炸弹引爆已经过去5年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寻找那些幸存者和没有被感染的人类，带他们撤离。炸弹释放出来的物质会把人类变成机器。 无情的、冰冷的机器，他们无休止地向我们进攻，永不停息，直到彻底灭绝人类。 想将我们置于死地，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：我们绝不会对机器俯首称臣。